办事一个。应该是先松离合器，然后换。我们是一般都是在一档起步的时候是先踩油，其他都不是。放对，先松离合器松好了再来，这样比较不会伤到离合器。每一次你都把转速拉高再来松离合器，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磨。哦、对呀、啊，很快离合器就磨损了。加速，对对对。啊，刚好一个上坡起步。啊二，对。先松一口气。
多的羽绒衣，奇怪，怎么哪来那么多马、啊？真蛮假的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多的羽绒衣？你看看，这些骑机车几乎都穿着这样子。